说我儿子他都不是摔倒车祸这么简单。我儿子戴全罩是那个好的安全帽不见了，救护车说我去的时候他没有安全帽，结果刚才警察来也是支支吾吾的，他也说他不确定有没有撞到他，他怎么可以讲他讲这种话。今朝个弄的，今朝个弄的。那是搞鬼还是？搞鬼啊！一开始有撞到吗？一开始他自己的长得也搞鬼啊。我怕你自摔。他说他们车上有行车记录器，我怕行车记录器被拿走。警察都会这样。警方后续将依法调查侦办，事故部分由三重分局交通分队厘清双方肇事责任。